大仙呢？没办法，我缺的 Q 啊，他全部要漏完了，零个刀兄弟，你是人呐、啊？零个刀的也想来，我两级在打，那哥们肯定要搞我，我挡地图了，已经挡地图了。放松火箭。 啾啾也假，我可以出一模刀，也可以不出。先出一模刀也不太好，对面下路两个 AD， 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。 他妈怎么不打那个第三级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你在玩什么呢？ 干嘛再砸东西也是好。瞎眼吧！单杀别丢，想把一只嘲讽我是吧？ 确实，上马一直嘲讽我，队友优势挺恶心人的。上马我一句话没有抵他，一直嘲讽我。确实，我一直没有上马一直喷我都没有还嘴，是我没有素质啊。上马你是怎么喷我的？队友，我队友劣势他妈你装逼啊！ 我说了，吊打加尿就吊打加尿，上把他妈你顶好，要木木来恶心我了。怎么现在当哑巴了？上把他妈一直喷我，导致没顶你啊！ 上马他妈的优势一直喷我，这把他妈装死啊！我可没有挂虎头先锋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放弃希望了。
用你的方式还给你啊，女的。用你上把的方式还给你。看上去和挠痒痒一样。带着小药包治他，确实要治他，把他妈上把一直嘲讽我亮图标，我他妈一句话没说，一直说话的野仔，我只是用他的方式还给他，上把老子一句话没说，基本没说话的，我只是用他的方式还给你啊！加尿认怂了，看到没有？开始认怂了。我感觉他下把玩游戏也会恶心我，我感觉野仔这样子，野仔永远是野仔，正常人永远是这样的，野仔永远是野仔。我说了踩你头，我就踩你头啊！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拿拿枪，老子乱杀。我可没有挂。我就问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拿拿枪，我乱杀。50-20，有闪呐！50-20。我应该走的，应该走的。比赛是不是有那个？不是有那个免办卡吗？我的实力有没有千分的实力？我有没有实力？你在玩什么呢？我叫什么？大节奏，大节奏，大节奏！过了对手，蛮有眼啊！我操！为什么我看不见那个肾飞下来？我他妈眼瞎了吗？我他妈真看不见了，我他妈眼睛瞎了。Rampage， 这肾怎么下来的？我他妈没看见啊！这不是屏障吗？我操！然你呢？加量喷我的，我操！我真的没有看见，看见了吗？眼睛瞎了吗？难道我真的没有看见那肾放大？
那个维鲁斯放的是屏障啊，有看到的吗？我真没看到，我别扭是咋走？我感觉打对线就行了，我不懂干嘛去右走？好好的打对线，不懂多好打。我中路完全碾压的，我干嘛去右走？打完看一下回放，我是真没有看到那个圣人打。正常被对方回放，根本没有的，我看不到啊。这他妈是屏障吧？哇，小丑！感觉我就打对线就随便乱杀了，不过干嘛？准备动手，准备踩头啊！他妈怎么塔在点我啊！我真的感觉玩的好他妈怪，明明走出范围了，他妈的是都不是人来到的，这明明走出范围了，有没有真的看到真的他妈走出范围骗你我是狗啊？我真的骗你我是狗，明明走出范围了。他妈那圣拉倒也没看到，他妈的又走出范围，那塔他妈还能继续点我的？有这样子的吗？有没有看见？如果觉得走出防御塔的打个一，觉得没走出防御塔打二，我觉得走出来了。有没有看得懂游戏的？真的走出去了没看懂啊？别死了，亮亮输了，加上喷火弹啊！有点坏血了，刚才我又中塔。他妈那野仔装死，后面又恶心一点。他妈弄嘴脸，小丑嘴脸。打完看那个肾是多少分钟跳大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别去支援了，他妈菜，直接拆都能拆到。操你妈，什么鬼呀、啊？兄弟不行，放个大吧。龙王不是有大吗？兄弟出事了，不会真给翻了吧？好像出事了。对面等级拉回来了，我操！你在玩什么呢？控龙啊，没挑控龙。完成了。旧账。这个。这不是克里枪吗？他放那个盾，那个里枪大招都是没有用。不是哦。有没有兄弟懂啊？他放那盾，那个女枪是不是大招没有效果？
给我飞，我出不了。如果给我飞起来，干让那几波拖节奏。麻烦不断。再当真的输了，感觉不好的意思。这把赢了，直接他妈的连胜了，连跪以后必有连胜，今晚要可能加班了，因为连跪以后他必有连胜了。我先回点分间，先回点分了。先回点分，先回点分，不然顶不住了。不回点分他妈顶不住了，我可没有挂，掉了100分了，真的。但是我兄弟别搞，我要出事了。其实我不用着急团的，我一直担心对面很难受的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旧账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感觉快起来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兄弟怎么不来啊？来啊！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啦！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啦！可以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吗？赶紧给我赢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四连跪，不要回点分了。安安，感觉我不在这个容易出事了，我操！我应该过去的，感觉我不在这个容易出事了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不行走吧，不行走，反正选选，一旦选选回去下。我死了。来了。
has been slain. 等我。 Killing spree. 他叫我闪了吗？ 先别死了。 加尿没有疾跑啊，他带着顶火。真的不要浪了，打快点嘛，我怕输。 降子空技能，降子空技能，你知道，我就喜欢打移动的 靶子。哎呦，我干啥？最强的那个美男兵。真的别浪了，他妈不要拖了，越拖后期我越慌。把头埋低。这出来有大。 摘伤了，全部弹掉，全部弹掉！ 剑呢？这样子不拆是吗？又这险胜拿下，从现在开始我说从我就从，连跪后必有连胜，第二把绝对会赢，因为每次90%出了吃了狗屎运了。